也许没事了，不用跟我道歉了。我不是在跟你道歉，我是在跟你的领带道歉。谢谢你，我好多了。我为了跟你道歉，不然我请你喝酒吧。嗯，走吧。你去向系办施压，我这边会直接找系主任。总之。这个研究专案我是 leader， 我不要麻烦跟杂鱼混进来 ，OK？ 先这样，明天见哦。好，拜。当学霸很快乐哈、很骄傲哦。老天爷给你这么好的脑袋，不是让你来欺负那些麻瓜的，不是让你来欺负别人的啦。哦，妈，我跟你讲过很多遍啦，你有这么好的成绩，是因为我很认真，好不好？跟老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嗯，如果真的要感谢，也是要感谢妈咪啊，把我生得这么聪明。对，所以啦，我不好，早知道我就应该把你生得笨一点。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难怪你不要疼姐姐他们，我要吃醋啊！讲话不能小声一点了，都几点了？啊，都几点了，你还不睡觉？你姐还没回来，我怎么睡得着啊？哎呦，也不晓得打一通电话回家，家里头会担心，她不知道哎。好啦，妈，姐姐是警察啊，人民的保姆哎。警察又怎么样？只要她是我女儿，我都会担心。好啦，我是不担心啦，反正。有那个神秘先生在。嗯。哇。你说什么？我。什么神秘先生啊？爸，你还没睡觉？哎呀，阿林哥讲我这老乡电话来过得去了。也对了，那你们早点休息。哎。你坐。蒋相处。什么神秘先生？不好，你说，高球球。真是太好吃了。我没想到你食量有这么大。我不是食量大，我是整天都没有吃东西，好不好？哎，开心！我今天超开心的。
心召唤声小雨，我在旅行中释放掉回忆，这些都是我送给他们的。等一下，我不知道他要给你的东西是这种，我以为他只是要……二小队注意，局里通知肇逃车辆由内湖路往南行驶，所以我们遇到的几率很高。别担心，有状况的话有我在。谢谢学姐。哎，先生你好，行政驾照麻烦一下。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现在在赶时间，我是议员助理。哦，议员助理，你好，你好。可是我们例行公务的检查，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。我说我是议员助理，你是哪个派出所的？先生，我知道你是议员助理，可是你不是议员本人，请你配合我们好不好？冷静一点，向公安讲话。我来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上下班非常辛苦，其实我们的同仁跟你一样，我们不是故意找你麻烦，是想要保护像你一样善良的市民，所以麻烦耽误你一分钟给我看一下证件就好了。谢谢。哎，你看吧，我就说学姐超早的。五母双全，真不愧是派出所之花啊。不好意思，耽误你的时间，可以走了。不好意思哦。目前最新情资确定，嫌犯车辆为黑色自小客车，请各分队依状况继续执行。收到，不是黑色车子都放行。哎，可以走了。过了过了过了，谢谢哦。在面对喜欢的人面前，我会勇敢去追，绝不逃避。你愿意接受我对你的追求吗？